各位新晉的漫畫家，咁啊，希望你哋咧要好有心機、好有毅力咁去行呢條路，因為要成為一個成功嘅漫畫家咧，係第一需要天分咧，第二咧就係努力啦，有咁嘅毅力，咁你可能揾唔到錢嘅，要需要一段長時間咁樣去捱嘅，咁啊，但如果你係熱愛漫畫嘅咧，你係應該可以做得到嘅。咁我嚟咧係更加應該嘅。亦都好感謝你請我嚟，咁呢個咧就係我比較近期啲嘅作品，叫《春秋戰龍》，大概五六年前開始啦。咁啊，《天珠傳奇》啊，比較耐啲咯。其他咧都比較小品啲嘅作品，但呢個咧係《神兵元奇》嘅第一期嘅封面。多謝。